能解决生活中有关比率的问题。认识比率的概念，部分量除以总量等于比率，总量也可以等于 100%， 也就等于1。例如，全班有24个人，其中男生有10人，男生占全班的比率是多少？女生的比率又是多少？男生占的比率等于全部的10人除以全班24个人，等于24/10。而女生占的比率可以用全部当作1，减掉男生的比率，就剩下女生的比率，也就等于24/14。例题一，解决生活中有关比率的问题。六年级有5个班参加体适能测验，下表是通过人数，请问哪一个班的通过率最高？一班通过的有11人，未通过的有9人，二班通过的有14人，未通过的有6人，三班通过的有10人，未通过的有10人，四班通过的有9人，未通过的有11人，五班通过的有14人，未通过的有11人。要计算通过率，首先要将通过的人数加上未通过的人数等于总人数，再将通过的人数除以总人数，就找到通过率。其中二班计算出来的通过率等于 0.7， 最高。复习比率的概念，总量的部分一定要记得是全部加总起来的数量。例题二，解决生活中有关比率的问题。下表是小君、小新、小天三个人在玩桌游，请问三个人当中谁的获胜率最高？小君获胜的次数有5次，失败7次，小新获胜3次，失败9次，小天获胜6次，失败6次。而要计算获胜率，要先将获胜加上失败的次数等于总局数，所以总局数等于12次，其中小天获胜了6次，除以总局数12次，所以获胜率等于 0.5， 小天的获胜率最高。复习解决生活中有关比率的问题。比率就是部分量除以总量，所以要算获胜率，就要将获胜的次数除以总局数。例题三，解决生活中有关比率的问题。快乐国小全校有500人，下表为护眼运动记录表，请问上午、中午、睡前从事护眼运动哪一个时段的比率最多呢？上午有225人，中午有245人，睡前有206人。其中上午的比率等于225除以全部的人数500人，等于 0.45。 中午的比率是245除以500，等于 0.49。而睡前的比率是206除以500，等于 0.412。所以 0.49 大于 0.45 大于 0.412。中午的比率大于上午的比率大于睡前的比率。所以中午的比率最多。复习解决生活中有关比率的问题。比率也可以比较大小，先分别算出部分量所占的比率，
再按照大小来比较，就可以找到结果了。重点整理，认识比率的意义。部分量除以总量等于比率。比率可以用分数或小数表示。比率可以比较大小。